介绍来邀请到士林慈贤宫啊，今天有请到助理委员张玉定友先生啊，来领导来讲座位。非常感谢，来往后一点，往后一点，再往后，再往后，哎，后面才有光，后面才有光。感谢到咱树林朱汉彪，咱的树林妈祖啊，我们自然界的天后，给那里养恭喜的给咱上殿，感恩谢谢。感谢咱的江苏委啊，领导朱汉彪，诶，谢谢委员同仁啊，来给咱共同上殿服务。感谢到江运佑啊，咱的主委。最厉害了，参加过我们台湾全国义正强强杯的冠军，这是我们的基隆吕长青师傅的龙狮团啊，这个团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啊！啊，由我们的慈贤宫来带进的基隆吕长青师傅的龙狮团啊，也在恭喜咱的台湾，咱的基隆文化啊，非常有名。台湾啊，我们的台湾庙会文化最有名的基隆吕长青师傅龙狮团。辛苦相传非常重要的角色，谢谢我们的祥师谢瑞。接下来啊，是由我们的进击龙的操演啊，我们的吕师傅所培养的这个啊进击龙的表演啊，花式啊，这个非常非常多的阵法啊，非常非常多的呈现。小锣的锣声响起，加上我们的龙鼓啊，代表着我们的十群不离的龙啊，来到了现场。Oh.
龙来富贵，龙来探吉，掌声！再一次谢谢我们基隆吕长兴师傅的团队，感恩谢谢你们辛苦了。我们的吕长兴师傅呢，也当中不遗余力啊，将龙狮的表演往这个体育大学，往我们的大专院校来推动以及发展。
宣告，今日着咱树林自行叫，咱妈祖娘娘宣告，感恩着咱妈祖娘娘、树林妈祖，掌声谢谢，感恩谢谢，感谢着咱树林妈祖来给咱守护，感谢着咱江苏卫来领导团队，感谢着咱自行叫。士林夜市翠林的守护神就是我们慈贤宫的妈祖娘娘这个要去逛士林夜市一定要来参拜一下我们慈贤宫的妈祖娘娘她是我们自然界的天后最美丽的这个守护着我们士林文化的发展非常重要的地方大庙之一。感谢到咱的骑兵车，咱的陈顺将军。谢谢我们的自然界的天。